似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别像你闯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今天能够和大家同来敬拜神，和大家玩一个古古怪的游戏。第一行的估计谜底是什么？大声点，撒母耳。大家知道他说什么？如果你估得到第一行，第二行应该容易一点，是吧？第二行是什么呢？以法莲，是吧？是不是以法莲啊？是啊，好。那再估多一个啊。是什么话？玛利亚，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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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相当之好啊，大家啊。没睡着觉。好精神地啊。你有没有留意呢？是跟大家用这些这样的形式，即是啊，有个交流呢，大家是不是精神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可以用个脑，还有你可以参与嘛，是吧？啊，你是估下估下这样。啊，所以呢，其实呢，耶稣的教训里面呢，其实呢，有时呢，都会用下啲谜语啊，好似呢，但这个呢，就不是，因为这个呢，本身不是一个的比喻。啊，耶稣用很多的教导呢，都是比喻。比喻呢，是有个故事，啊，而有个信息的。剛才我跟大家讲呢，只不过个谜底是什么。咁耶稣用比喻去教导以色列人呢，或者喺佢嘅期间呢，其实大家一啲都唔陌生㗎。大家諗起係咩比喻呀？喺你嘅认识里面。比如係
有99隻羊，有100隻羊，係嘛？係嘛？走咗一隻，咁會點咧？係咪？或者咧叫浪子嘅比喻係嘛？或者咧嚇呢啲都係好講到咧上帝或者神俾罪人嘅愛。或者咧喺裏邊有教導我哋要警醒嘅，譬如十個童女嚇嘅比喻啦，係嘛？咁你諗下咧，係邊？你係頭嗰即係邊一邊嘅五個啦嚇？係咪警醒嘅，或者係沉睡？耶穌嘅比喻咧，其實好大部分咧，其實咧都係好多時咧有關天國嘅比喻，因為天國咧係一個奧秘嚇。用比喻嗰個嘅原因係咩咧？因為比喻嚇其實咧係透過故事啦，或者生活嘅一啲嘅事物啦。嚟到一啲嘅預言啦，嚟到咧去説明背後一個真理，其中有教訓咧，亦都會有警告嘅。啊，唔係淨係咧叫我哋點點點做，而係咧裏邊咧都有一個咧我哋要思考一個嘅回應。希臘文嘅比喻咧係原文嘅，即係話兩件事擠埋一齊，兩件事物，然之後作個比較。比喻當然啦，就係引起我哋嘅興趣啦，諗下我哋思考下裏邊嘅內裏嘅意思係乜咧，同埋咧我哋要判斷是與非。今日同大家咧去睇馬可福音嘅第四章，馬可福音第四章咧係一個其中個內容咧開頭嗰陣咧大家啲都陌生啊，因為呢個係有關一個好出名嘅比喻，就係撒種嘅比喻。剛才大家咧其實咧都讀咗嚇頭嗰十零節嘅經文。在馬可福音的第四章，當中咧提到咧係有四個嘅土壤咧，有個泥土嚇，有個好土啦，同埋有啲可能咧我哋叫做壞土嘅嚇，呢個土地咧唔能夠咧去讓呢一個嘅種子嚟到去生長。大家即係如果係翻喺教會內咧，相信大家一啲都唔會陌生啊。呢個比喻係頭先大家讀啊，係有關天國嘅奧秘。我哋每一個人咧領受咗上帝嘅道之後咧，我哋進入咗呢一個奧秘嘅工程裏邊，我哋生命咧嚟到被建立。而透過呢一個嘅神國嘅種子嚇經文裏邊提到咧，呢個種子咧就係神嘅道嚟到咧，將我哋嘅生命咧嚟到去轉化，甚至乎咧嚟到去翻天覆地嚇喺裏邊咧，我哋不再一樣。不過咧，喺解呢個嘅經文之前咧，我哋可能咧頭先大家讀嘅經文咧，第十二節咧，可能咧都有啲懷疑嚇，或者有啲嘅 puzzle 啊，就係話咧奧秘咧原來係隱藏嘅嚇，隱藏咧就咦好得意喎，因為咧第三到九節咧，佢講到就係撒種嘅比喻啦，然之後咧第十三節到二十節，佢就解釋呢個撒種嘅比喻係乜嘢嘅意思，咁好明顯係想人知嘅。但是偏偏在第十節和十二節他就放了三節的經文在這裡告訴我們聽，這個奧秘是隱藏的。對什麼人隱藏呢？對一班這裡所說的外人隱藏的。耶穌又跟他們說了第十一、十二節，那些門徒問他這個比喻什麼意思呢？耶穌就說了其中他就說了，耶穌對他說了，上帝的國的奧秘是只是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說，凡事就用比喻，叫他們看見但是不曉得，聽見但是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這段經文呢其實呢對我們咦好像很有挑戰，是不是？其實呢上帝即是差他的獨生兒子來到這個世上，其實為要將這個福音來到傳開，在第四章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开始那阵已经讲到耶稣来是将这个天国的福音叫人来到知晓并且去悔改。但是在里面好像是不是很啱圣经所讲的，或者我们一般认识的人为什么呢去到叫他们见到但是又不晓得呢，听见又不明白呢？我们需要知道有道可听全是恩典。今天大家可以回来去崇拜，其实每一次都是恩典，或者回去每一次我们能够 去认识神的说话，其实都是一个恩典。耶稣他说话跟一班门徒说，或者一班去问他这个的比喻的答案或者解释的人，他就说了，没人的时候就将一切的道就讲给他的门徒听，或者讲给那些的想去追寻的人认识。所以對一些咧叫做咧 insider 咧，其實咧係一個嘅恩典嚟噶。特別喺馬太福音咧，耶穌又同佢班門徒講啊，佢話：你哋嘅眼睛
是有福的，你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很多的先知都不能够去见到你们所见的，听到你们所听的，这个就当然是代表呢，他们能够亲身的跟耶稣来到去建立一个很直接的关系，这个直接的启示来到告诉他们。所以这个呢有福呢是肯定的，但是你要知道呢，当时的人呢是圣经去讲下，第一章已经讲到呢，耶稣是有是医病有赶鬼，所以呢他的名声是传遍了加利利的，有很多人来到呢去跟随他，但是跟随的人呢，大家你要知道呢，又不是个个呢去想去认识这个福音的，特别 在圣经里面所讲下，在第三章这里提到下，那些有些人在这里就窥探耶稣，喂，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 啊或者去医好，那个人那个的，枯干的手，其实呢他就想看看耶稣有没有犯规，特别呢，一班的在这里，去议论，就是耶稣的能力去赶鬼的时候，有些人去讲到就说呢，其实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你会见到呢，其实呢不是个个去耶稣的跟前的人呢，其实他都是想认识这个真道的，有些人呢是敌挡他，甚至乎呢在里面是对他呢心怀不轨的。我们去看这张的圣经的时候呢， Insider 呢刚才说耶稣就跟那班的门徒同埋呢在里面呢去跟随他，去发问想知道更深的道理的时候，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跟他们解释，但是对于外人呢就是用奥秘了，是 Outsider。嗱，呢章聖經嘅經文嘅出處咧，就喺以賽亞書嘅6:9-10。嗱，我哋如果去了解一下耶穌講呢段嘅説話嘅意思嗰陣咧，我就會明白有道可聽，全是恩典。咁包唔包括呢啲 outsider 咧？嗱，先知以賽亞咧喺以賽亞書嘅嚇記載到就係大家好熟嘅嚇，就係講到嚇以賽亞點樣去被神嚟到呼召嚇。上帝話：我可差遣誰？誰肯為我哋去呢？以賽亞先知就話：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他就回應了咧上帝嗰個嘅呼召咯嚇。即係如果今日咧即係好似即係如果係牧師嚇，哎呀呢個團契咧要揾個團長啊出嚟咧嚇，要帶領呢個團契啦。咁啊，隨邊我做啦，咁啊，有位弟兄好熱心啦，我喺呢度啊，你望見我啦，係咪啊？請咧就派我去啦，咁跟住咧，哇，你嚟啊，咁啊，咁跟住咧個牧師就同佢講，嗱呢班人咧就唔聽話嘅 ，OK， 你咧叫佢哋查經都唔會嚟噶啦 ，OK， 或者你喺度點樣咧，佢哋都冇乜反應噶啦。嗱，如果你係當時咧，如果你係嗰個團長去回應嘅話咧，你個心會點啊？喂，有冇搞錯啊？係咪？你揾我做一件咁難嘅嘢？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去揾工咧，你一定問清楚呢份工係嘅 nature 係咩啦，大唔多唔多嘢做啊，係咪做唔做得嚟啊，係咪啊？除咗呢個回報之外啦，但係咧，先知以賽亞卻係領受咗一個咁樣嘅、咁樣咁特別、咁艱巨嘅一個任務。其實咧，對所有嘅人嚟講，能夠聽見上帝嘅話咧，都係恩典。點解咧？如果我哋睇翻以賽亞嗰個時候，其實嗰班人咧唔係想聽不入先知所說的，但是呢上帝不是不知道他們聽不入，但是他仍然去呼召以賽亞成為他這個的使者，宣講上帝的道，叫人來悔改，明知他呢都是呢個心其實是剛硬的，但是仍然上帝是呼召以先然之後差他出去，所以神仍然呢都是給他們一個機會呢他們去悔改的，未必是全部，但是上帝的心意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恩典没有分任何人，都是给罪人当中有敌挡神的人。所以呢对于当时的以赛亚来说，那班以色列人犹太人其实都是蒙恩的一群。如果我们去回耶稣这个时候，圣经去讲到当中那些法利赛人有硬心的，这里提到第三章他们在这里密谋去除滅耶穌的，所以其實他們你說你跟他們說這個的真理的時候，他聽不聽得到呢？其實他聽不到的，但是耶穌在當中他仍然要宣講這個的神的話，透過比喻讓他們能夠有機會聽到。恩典更加是撒種的人，如果你是當時撒種的人，我想你如果知道，你沒理由不知道那個土地有些是
硬土嚟嘅，有啲係路旁嚟嘅，有啲係咧淺土石頭地，你冇理由唔知嘅，係咪啊？你亦都冇理由唔知道嗰度有荊棘地嘅。如果你係一個嘅農夫嗰陣，咁你梗係撒落一啲好土嗰度啦，係咪啊？意思佢有收成啊嘛。但係咧，你見到咧一陣間講嘅比喻咧，呢一個嘅撒種者咧喺裏邊，其實乜嘢嘅土壤咧，佢都能夠俾佢有機會呢個道能夠生長。但係呢個道能唔能夠生長咧，唔係道嘅問題，而係嗰個土壤嘅問題。更加耶穌向跟隨佢嘅人同埋十二個使徒嚟到作答，當佢哋嚟到問及耶穌嗰陣，呢個記載喺第十節。第十，我就心諗十二個門徒咧，當中包括有冇唔信噶？有猶大喺度，好刻意一個寫咗十二個啊！其實門徒就得啦，點解要寫十二個咧？因為呢一個裏邊包含咗有啲人，其實咧去跟隨神咧嗰個心咧，其實都未穩定嘅。啊！我哋一路睇聖經，你就知道福音書啦。啊，要點樣去增偉大啊？嚇，或者喺裏邊咧，其實佢唔係真真正正咧嚟到去交心嘅。依一個咁樣嘅人咧，譬如講猶大嚟講，其實耶穌都同佢講解一個比喻，係咪恩典咧？係啊，弟兄姊妹，今日咧可能你坐喺度咧，你聽好多道咧，你先至信耶穌嘅。或者今日你坐喺呢堂裏邊，可能你仍然個心咧都未去決定啊。主啊，我係咪跟隨你？但係你知道，上帝先俾你有恩典，先去帶領你嘅人生，聽到佢嘅話，以至到聖靈在你心中，他可以做感動，他仍然在这里来到对你有盼望，这个爱仍然是去对你有恩典有怜悯。但这个是第一点，有道可听，全是恩典。所以呢，刚才说了，每一次接触这个神的话呢，我们都真的要真知总知，这个都是一个福气来的。不过呢，话回转头呢，耶稣所说的说话呢，其实就好像个银仔的两面，因為亦都帶有一個審判嘅信息。當嗰啲人去撥逆嗰陣時候，正如今日上晝我哋嘅主席讀出以賽亞書嘅幾段嘅經文嗰陣，其實佢喺度撥逆，神嘅憤怒其實係會臨到嘅。以至到咧喺我哋聽到嘅人嚟講咧，耶穌話你哋要聽啊！經文好清楚喺呢一章聖經裏邊重複咗多個聽字，好多好多次。你哋聽神嘅道嗰陣啊，你哋要細心嘅聽。你哋要咧去想清楚，你哋係點樣去聽。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聽神嘅道嗰陣，每一次我哋都有帶兩個嘅心境。呢個一個恩典嘅領受，每一次都一個提醒俾我哋一個嘅機會。呢個第一點同大家講。講翻呢個嘅道，呢個種子道種撒到人嘅生命裏邊，點樣嚟到去產生果效咧？第一度嘅時候講到咧，呢個種子咧撒喺路旁嗰度嚇。耶穌咧去頭嗰段咧就先講個比喻嘅內容，然之後就去解釋。嗰時候講到咧，發喺路旁嗰時候咧，就係呢一個嘅種子嚇落咗去之後咧，喺個路旁嗰陣咧，這個飛鳥咧就嚟食咗佢。然之後耶穌解釋就話咧，這個人就係等於一個人聽嗰度啦，撒旦就係立刻嚟咧將佢哋喺佢哋心中嘅道咧嚟到奪去。嗱，各位弟兄姊妹，你聽到呢段嘅時間咧，你留意到啲咩咧？撒旦咧，其實係好醒目嘅。今日大家喺度聽緊道啦，係咪？撒旦喺咪喺度聽啊？都喺度聽嘅。當人喺度聽緊道嗰陣咧，其實撒旦咧就伏喺人嗰度嘅周圍 ，OK？ 然之後咧，睇下邊一個咧冇將神嘅話放喺心嗰度，或者將佢嚟到去承載嗰陣咧，聖經話咧。这个道呢就会立刻被撒旦呢来到去夺去了 take away。 所以呢，对听到的人来讲，可能是他根本就没有心去装载上帝的说话的，或者没有心去认识神的时候呢，撒旦在里面呢，他很懂的，他很懂呢，他偷人是什么呢？或者他偷人的是最重要是什么呢？他有什么破坏人的最终极在哪里？就是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呢，撒旦他看中了这件是一件宝物来的。虽然有时呢，我们未必当上帝的说话是宝贝，或者我们可能是水过鸭背，但是你知道撒旦在里面呢，人将他呢，当他不承载的道的时候，他就立刻，圣经说他就立刻将他来到夺去了。弟兄姊妹，
人的心咧，好像一個嘅屬靈嘅一個嘅戰場咁啊！撒旦咧係去爭奪人心裏，你裝住上帝嘅道，你記得上帝嘅説話，佢就喺裏邊咧嚟到奪去咗。當一啲人咧嚇、啊、或者聽嗰度冇懷疑嗰陣，啊可能佢聽下就算嗰陣，佢就留唔到上帝嘅話喺佢心裏邊。其實點解呢個上帝嘅話對撒旦嚟講係咁重要咧？如果大家去諗下，你就知啦。其實由始祖嚇、啊，由呢個啟誒創世記嗰陣咧，其實撒旦用乜嘢説話或者點樣嚟到去引誘始祖嚟到犯罪咧？特別夏娃咧，係佢記唔記得清楚上帝嘅吩咐、上帝嘅説話，叫佢呢個園中所有嘅樹你都可以食，但係唯有嗰棵分辨是惡樹嘅果子你唔可以食，你食嗰日就一定死，必死。但係夏娃好明顯佢。又加了一些東西又不准摸跟着撒旦跟着那條蛇就說未必一定死的即在裡面跟他 echo 全部都是引誘夏娃的心裡面他所說對神的說話的認識的偏差以致到他在裡面加上他自己的私欲裡面他就去慢慢在神的道裡面來到吩咐裡面來到遠離而撒旦魔鬼用乜嘢嘅途徑嚟到去試探耶穌呢？亦都係神嘅話。哇！如果你喺裏邊嚇，你係神嘅兒子，你就喺殿頂裏邊跳落嚟啦。我哋嘅主咧會差派呢個使者嚟到托住你嘅，免到咧你個腳，你嘅腳咧唔會去碰地，唔會去撞親嘅。但係每一次嗰三次耶穌嘅回答。怎樣來到去擊退這個撒旦呢？不是用什麼神蹟奇事，就是用上帝的話，經常記著說。所以呢，由你所確實你所看的時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呢，道其實就是那個很重要，去改變我們的生命，亦都可以在裡面，我們去生命來到破落那一點，當我們不去認真神的說話的時候。今天是1月尾，大家記不記得上個禮拜聽過誰講道？有沒有人站在這裡？上個禮拜，哎，好了，沒有啊，大家你是親身在這裡，你就會感受多一點，如果不是，你看個，如果你在家裡，可能你的screen的感受沒那麼大。上個禮拜是高永軒博士，是不是？再問一下，前個禮拜呢？前個禮拜是誰？哇！開始有啲唔同嘅答案啦嚇，可能你好記得嘅第一個禮拜邊個講啦？1月1日邊個講？係啊，趙牧師係嘛？你叫得佢一個比喻好好嘅，用得係咩啊？你哋唔係雀仔嚟嘅，你哋鷹嚟嘅係嘛？呢、這個咧，你能夠記得到嗰陣，當然我會講啦啊，即係邊個講到唔係我哋去記到嘅地方，最重要係講嘅人講嘅乜嘢嘅信息，弟兄姊妹。有時咧，我哋咧都有時我出去講道咧，有啲人都好好嘅嚇，即係啲牧師啊，我見到佢聽咧，牧師講得好嗰陣時咧，喺個 PowerPoint 好咧，通常佢哋攞咩動作出嚟咧？就攞部手機出嚟影一影。不過我都好存疑咧，翻去咧有幾多成咧翻去再睇嘅。好老實講啦，呢個咧係我心底話，係嘛？其實咧去影同再聽咧。我哋其實咧，我心諗其實咧，如果我哋能夠嚇、啊，我哋每一個禮拜嘅道，其實未必消化得曬嘅。你翻去再聽一次，今日而家最好啦，上 YouTube 係嘛？你再聽翻一次咧，或者聽第三次、聽第二次，每一次其實你都會有新嘅領受，因為你生命一路咁樣嚟到去會有改變嗰陣，你遇見嘅事情改變嗰陣，其實道喺你嘅心中所發生嘅果效都會有唔同嘅反應。大家不妨去試下呢樣嘢。这个呢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听一些旧的道好的道再去叠真一些以致到撒旦你听一次就会不记得听多次他没那么容易呢就将神的话在你的心中来到去叠去了第二点他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呢这个的浅土石头上、啊、经文就说呢因为呢他在这里呢其实太阳一出呢就因为他没有根所以就枯干了就話人聽嗰度之後就好歡喜領受啦，但係係短暫嘅。啊，遭患難嗰陣時候咧，或者喺佢逼迫嗰陣咧，立刻就跌倒啦。
嗱，經文佢提到咧，呢個人就好快嘅反應，立刻就好歡喜領受主嘅道。但係好快脆咧，見到世事唔對咧，佢又立刻咧又跌倒啦。嗱，呢個咧唔係從外在嘅原因佢跌倒嘅，係喺佢裏邊所跌倒嘅。今日咧我哋去面對呢一個逼迫咧，其實咧應該喺我哋喺北美住應該就好少。但係患難嘅嘢、逆境嘅嘢咧，其實我哋咧好多時都會去遇見。逆境嗰陣會唔會挑戰係你更加親近神？亦或逆境嗰陣去驅使你更加唔係尋求神，係去靠自己咯？喺新移民事工嘅裏邊咧，我聽到有啲個故事，其實我都好即係都好扎心嘅嚇。即係一啲新移民嚟到，佢哋。即係香港嘅工作同呢度工作所工種有好大分別啦。佢哋嘅期望或者得著嘅啊，講得好直好白嘅就係個人工嚇，即係佢可以去生活嘅，亦都有好大嘅一個嘅分差。啊喺呢度咧，亦都唔係咁多人傾訴，所以咧我都接觸過一啲嘅特別一啲嘅女士啊，佢哋咧心靈裏邊咧好沉重，好沉重係因為。他話打翻香港俾阿媽聽咧，佢又唔敢喎，因為佢驚阿媽擔心喎。翻去咧同阿神佢側邊個配偶講咧，佢又唔想喎，因為驚咧潑冷水喎。啊，好複雜嘅一個嘅心情。自己咧喺屋企咧又會對咗好多唔同嘅壓力嚇，喺裏邊咧係好難去舒張。弟兄姊妹，今日也許你可以新移民又好，你唔係都好，但係呢個情景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嘅。當我哋喺個困境嗰陣。困境嗰陣咧，驅使你嘅係唔係咧？我哋更加仰望神啦，亦話係唔好啦，我繼續咧自己搞自己個飯啦，啊，自己諗掂佢嚇啊！我哋好叻噶，中國人咧好多嘢咧自己計曬數咧，然之後先祈禱嘅，唔係經信心嘅，好多時都係嚇唔夠嗰啲咧，自己會一路咁樣去，一路咁樣去鑽研落去。弟兄姊妹，我嚟加拿大當年嚇，講緊九零年代都係曾經經過呢啲咁嘅日子。嗰陣咧，我太太啦，我個女啦，我嚟咗之後三個月咧，我太太懷孕啦，所以我知道咧又會生多個啦，即係連埋我四個啦。咁然之後香港咧有我阿爸阿媽要養啦，啱嚟嗰陣啊。然之後我有個細佬喺 Alberta 讀書未讀完啦，七個人養啊。OK， 點養咧？七個人嗰陣時咧，我都諗緊，哎呀，最好咧做男人咧，如果有壓力咧，知唔知通常都會點啊？匿埋啦，係嘛？佢唔講出嚟噶嘛，係咪？咁我諗緊，咦，要唔要匿埋啊？自己咧諗掂佢先，然之後出嚟啦，係咪？凍住人嚟噶嘛？但係咧，呢個時候咧，我嘅領受就係唔可以離開神嘅家，唔可以離開咧上帝俾我嗰一個嘅咁尊貴嘅身份咧，係佢兒子身份嗰陣，我唔可以因為暫時眼前嘅嘢而放棄天上嘅嘢。呢、这個鼓勵咗我，就仍然都要跟住翻教會啊！好忙都好咧，都繼續翻；好攰都好啦，坐喺度都繼續要坐，唔好去停嗰陣。讓神嘅説話咧，仍然喺我心中嘅，我去領受，仍然喺裏邊成為我嘅餵養。弟兄姊妹，今日點樣嚟到去面對生活當中好多嘅壓力咧？唔係睇短暫，我哋要睇永恆嘅主仍然喺你嘅身邊。有一位好出名嘅單車手啊，大家識啊，李維斯係嘛？李維斯咧，好幾年前咧，佢講過自己啊，佢一個基督徒。咁啊，佢咧就出，即係佢出世咧就患有貧血嘅，即係佢係一個貧血嘅人嚟。佢咧點樣踩單車踩到咁出色咧？其實好艱難嘅，好難咧，好意志好強啊嘛。咁咧有一次咧，佢就話咗俾人聽，佢一個老友，呢個老友就一個公仔嚟㗎。就係、是、一個海龜啊，小海龜，就係身喺佢隔離嘅，啊成日陪住佢嘅。啊呢幅相咧就係、是、嚇啊有啲嘅報紙嘅報導。咁佢就話咧個海龜俾佢一個啟示啊。海龜咧出世嗰陣時候咧，其實咧佢喺岸嗰個出世啊，沙灘嗰邊之後咧，出世之後其實佢好軟弱嘅嗰啲小龜仔，但係佢要去遊到呢個大海度，要自己遊啦。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可能俾好多嘅動物咧食咗佢啦，諸如此類。不過佢要好努力咁樣嚟到快咧嚟到去跑，好堅持自己佢嘅目標咧，係要去落到呢個大海佢所屬嘅地方。
李維斯就話：呢一個咁樣嘅小動物，俾佢啟示就係佢要堅持佢嘅生命，佢嘅目標啊！弟兄姊妹，今日你要堅持喺屬靈嘅家裏邊，你唔好放棄，繼續嘅嚟到去仰望神，倚靠主，讓佢神嘅道喺你心中唔單止成為安慰，更加成為你剛強嘅力量。第三點咧，就係咧去講到咧，就係呢個荊棘啊。呢度咧，佢特別提到咧，喺荊棘裏邊就係咧生長唔到啦，因為咧荊棘好長就擠住佢啦，結唔到果實啦。呢度就好比咧人聽嗰度咧世上嘅憂慮啦、錢財嘅迷惑啦，同別樣嘅私欲進來嗰陣，就將呢個道擠住咗，唔能夠結出果實啦。嗱，呢一個咁樣嘅人咧，好比乜嘢咧？呢個道擠住咗。又好似咧，好似道冇乜能力啊！上帝嘅説話唔係大能力咩？但係我呢個比喻所講嘅就係、個土壤人點樣去接收神嘅話咧，係嗰個重點，係每個人上帝俾呢個道都係一樣。不過我哋點樣嚟到同上帝嘅道嚟到調和喺我哋嘅生命裏邊發揮果效咧，係人嗰一個嘅選擇，係每個人你同我嘅一個嘅責任。頭先咧，我就講到咧，第一個就失去咗上帝嘅話啦，係咪？第二個咧就失去咗嗰個持久力啦。而今次第三個失咧就係叫迷失咗。呢一個嘅人咧就迷失咗喺佢生活上邊咧有思慮啦，或者有好多嘅迷惑。佢生命中有好多嘢咧，佢都想達成啊，好多嚇。耶穌咧可能係佢其中一個嘅啫，但係佢生命上有好多嘢想做成。但是呢想達至，但是在裏面他就是不能夠，因為他只是知得認識耶穌是他救主，但這個不是他生命的主。弟兄姊妹，基督耶穌他要成為我們的生命的主，以致到在裏面我們要經歷他那個豐盛的生命在我們的生命裏面。耶穌來說，他說我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但是個惡者就好像賊一樣來就偷了我們成日覺得咧，以為唔掂嘅嘢，呢個就係撒旦嘅工作。呢個咧，我哋要去突破我哋嘅喺度，我哋嘅思維裏邊，我哋要將我哋嘅主擠喺我哋嘅生命嘅第一位。我要講快啲啦，而家搭七啦。好，去到後邊咧，呢一個咧就係呢個好土啦嚇。好土當然呢度就係講到嚇人聽嗰度之後咧，佢領受咗啦。然之後咧喺裏邊佢嘅生命咧就係被建立，然之後佢就可以去咧去結實有30倍、60倍同埋100倍。你諗下咧，这個能夠結實嘅呢個嘅果，呢個種子，呢個土壤咧，佢要唔要會唔會經歷前邊嗰三個某個程度嘅有啲嘅遭遇咧？會唔會佢人生會唔會有憂慮咧？人生會唔會都係受到有私欲嗰個嘅引誘咧？會噶。不過在裏面他就是靠著耶穌基督這個話，神的靈在他當中他突破了，以致他能夠產生美好的果效。如果我們要去為神來結果子，其實第一件事不是說我們能夠結多少，我一定是依靠神的。在剛剛這個月我和我太太就我探了一個老人家，他當時在醫院裏面，他已經是動不了的。咁然之後佢講，佢喐，佢冇得喐噶嚇，即係啲手腳咧都係好有時咧結埋一齊啊，因為好長期啊，瞓即係卧牀。然之後咧佢講唔到嘢，然之後咧都唔係好能夠擘大隻眼。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就被邀請咧去同呢個老人家嚟到去傳福音。弟兄姊妹，一個咧講唔到嘢，眼咧有啲唔係好打得開嘅，瞓喺張病床喺醫院嗰陣，點樣同佢傳福音咧？點樣同上帝為上帝嚟嘅結果子咧？我能夠做嘅就係咩咧？一樣，主啊，求你賜下你嘅憐憫。工作結果子嘅工作唔係我嘅，我只不過係一個管道，叫上帝嘅恩典能夠透過我呢個管道，唔好阻住上帝嘅工作已經係好啊嚇。然之後叫人嚟到蒙福。嗰日我同我太太同埋呢個女士嘅先生，我哋三個人喺個病床裏邊。呢位嘅太太喺裏邊，佢聽到我講嘢，佢好輕好絲微嘅能夠擘大隻眼，好努力啊嚇！即係
佢好攰好攰，因為個病咧使到佢係好沉重。我三次同佢講：我話你係咪願意相信耶穌？耶穌洗乾淨你嘅罪，你係咪願意接受主成為你嘅救主，一生跟從基督耶穌？一次、兩次、三次，佢岌頭啊！點解要三次咁多？因為我都唔知佢係咪真係岌噶嘛。因為那個枕頭咧，使到佢條頸咧已經係佢冇力托翻自己條頸啊，打側曬啊！但係咧，我同我太太去咧，我都第二次我見到佢好真實嘅。咁我太太話：我第三次問佢咧，好明顯佢係因住我問佢，佢答岌頭嘅。我就感謝哈利路亞讚美主啊！其實我都要憑信心嘅喎，係咪啊？因為佢講唔到嘢噶嘛。OK， 我亦都睇唔到佢隻眼睛好伶俐咁樣回應我咁樣，係咪冇喎？但係我就憑信心話：，呢位婆婆感謝神，係神嘅工作，三次岌頭。跟住咧，醫院叫佢翻出去院舍，因為其實冇得再做啊，即係嗰啲病嗰啲藥品咧，唔可以再有幫助。佢送翻去院舍，我過多幾日咧，我再探佢。哇！我嗰日見到佢係咩樣咧？嗰日咧，其實咧，阿喬弟兄喺度啊，係啦 ，Karen 喺度。我見到佢隻眼咧，好叫閃爍係嘛，好精靈咁樣。我一入到去咧，佢就望，即係隻眼係我未曾見過佢隻眼打開嘅。各位弟兄姊妹，真係啊！佢先生其實都好，我同佢個仔講好耐啦，冇咁好反應噶啦，已經。佢望住我入去咧，佢望住我喺同我打招呼喎。咁跟住咧，我梗係再要問多清楚。你個佢個信仰係乜嘢啦？佢肯定岌頭。哇！我今次咧，即係神俾我一個好大嘅安慰啊！因為再次肯定，第二日再肯定，佢能夠望到我有眼神嘅接觸，真係聽到我講嘢，佢回應，佢係願意接受耶穌。耶穌係佢人生嘅主，係佢嘅救主。弟兄姊妹，今日新嘅一年裏邊，你都要去。去祈求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属灵的果子。这个果子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去荣耀神。而在这个结果子里面，你要经历不再一样的生命，因为神去使用你，你会见到别人的生命能够蒙福，透过你其实很少的摆上，但是人能够得福。弟兄姊妹，上帝的道，这个的奥秘的工程，其实有一天將會嚟到去被顯露。耶穌跟住講嘅就係呢一段嘅經文。佢話點咗燈咧，唔係將佢收喺呢一個嘅床底下嘅，或者揾嘢冚住佢嘅。耶穌話唔係噶，佢話咧喺裏邊要照明。我哋嘅上帝，我哋嘅主，佢呢個嘅救恩，神嘅國，我哋成日都係一個嘅主禱文話：願你嘅國降臨，有一日必然降臨。當耶穌基督翻嚟嗰陣。就是要降臨，呢眼即係神嘅作為，即係一個明光嗰陣咧，要被萬人嚟到去知曉。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唔係喺一個好沉睡，或者係一個 minority 喺呢個社會裏邊咧，好多人都唔係信耶穌，我哋信係好小眾，唔係我哋信嘅係天國嘅福音。呢、这個天國嘅生命工程喺我哋裏邊嚟到去開展，係一個榮耀嘅工程。上帝喺裏邊嚟到去與你有份。但是你聽到上帝如光明星嚟到照亮嗰陣時候，耶穌喺佢最後嗰度話：凡有耳聽咧，就當聽。大家記得呢段經文咧，好熟嘅喺邊度出現啊？喺啟示錄係咪啊？七教會裏邊同樣出現，你要留心聽啊！有耳可聽就應該聽啊！邊有人就梗係有耳嘅啦，但係有人有耳唔係代表聽得落，係。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很渴望上帝的荣耀早点来到降临，但是我们又知道当降临的日子我们都要被显明，因为在里面人在什么的日子里面所作的，包括在暗里事所作的都要被显明，这个是银仔的两面，我们是站在哪一面呢？主啊，我愿快来，又说主啊，我知道我需要仍有很多生命的雜質，我要去，我願意去靠住你的恩典來到去改正。而耶穌在這個比喻之後，我講埋好快，
佢話：你又要講，你留心聽。佢話：你哋要留心所聽的，你哋用乜嘢量器嚟到量啊？亦都用乜嘢嚟到量你哋啊？这個比喻咧，啱啱接住頭邊前邊咧，其實唔係一個另外嘅一個課題，而係話我哋點樣去承載上帝嘅説話。大家，我細個嗰陣咧就去買油，買嗰啲生油咧係佢滗落個玻璃樽嗰度噶，而家冇啦，係咪？啊，咁你如果買一斤咧，咁佢就滗落個玻璃樽度咧，咁啊如果好啲嘅老細咧，即係嗰啲夥計就會滗多少少嘅，啊，因為我成個細路仔係咪？咁咧神話咧，你用乜嘢量器承載上帝嘅説話？上帝個寶貝嘅恩言喺你嘅生命裏邊，神就去俾翻你所承載嘅咁大嘅器皿，並且要更加之多嘅嚟到去俾你啊，弟兄姊妹，今日唔係上帝唔想我哋明白佢嘅話語，而係我哋嘅生命能夠承載得幾多，就好似咧呢一個嘅小妹，小妹妹咁，去釣魚，釣咗大啲嘅魚咧，擠個桶嗰度咧，佢就抌咗落去。隔離嗰個阿叔話：，喂，釣咁大條魚，點解你唔攞走啊？要抌翻落海啊？剩翻啲細魚啊？阿妹妹話咩咧？因為我屋企嗰隻鍋咧好細，所以咁大條魚煮唔到。唔係，我哋要期望更大嘅胃口喺屬靈嘅恩典上邊，佢嘅話語裏邊嚟到充滿我哋嘅生命，至到我哋嘅生命喺裏邊能夠好剔透嘅嚟到去俾神嚟到光照，並且發出生命嘅光輝，榮耀歸俾我哋嘅父神。願神賜福大家，我哋將時間交俾主席。